兄妹，又到饭点了。今天准备了点莴笋、全瘦肉，还有豆芽、油麦菜。今天就来煮点肉吃，先把这瘦肉腌一下。放点料酒、酱油、盐、鸡精、胡椒粉、淀粉，搅拌均匀。好了，肉腌在这里。现在去炒汤料和配菜。炒蛋时来点盐、鸡精、酱油，要得了，舀出来。现在来炒汤，葱姜蒜干辣椒、豆瓣酱、一点糟辣椒。好，加水，调个味，酱油、盐、鸡精、蚝油、十三香、胡椒粉，大火烧开。烧开，把腌好的瘦肉放进来煮。可以了。直接倒进碗里面来，再撒上葱花、芝麻、辣椒面、蒜末、花椒面，淋上热油，做了一大碗水煮肉，配上锅巴饭，准备开吃。麻辣味十足，肉很嫩，菜很香，非常好吃。
嗯